这八哥挺老了，哎呀，这老八哥了。哎呀，照这小样，这脑瓜还带个包。哎呀，好像不烧香，谁还给烫不咋的？哎呀，给我这整的都可那啥了。这挺老啊，这家伙。家狗还咬它。啊啊！你们搁哪儿捡的？到时候有人来要的话，就告诉我，搁我家那取回去。行行。嗯呐，你们麻烦了小哥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多可怜呢，小狗。太可怜了。你心眼好，我这啥，我这太远了，我这狗不行。啊，这还有狗。让我就去取回去。咱们又不行了，咱不能扯这个。那可不呗。我先给他上他回来了，在大伙看，我先让大伙给他抱过来的。他没腿啥没压坏是吧？没压坏，骨头没折。啊，那就行。走几步，他走几步吧，就疼的好像就坐下了，完了还能走几步。完一会儿走比一会儿强。我走了地方了，我估计太老了，也是这狗。我都给那啥了，给他上的眼药，我这眼睛刺目糊的，眼睛整的。眼睛完了，眼睛刺目糊糊的，我给他上的眼药整的。他都撑掉不少了，撑掉不少了。那我给他抱屋去，你慢点捡啊，哎，慢点哥啊。谢谢你了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。